都退下，否则我就上！啊！别过来了，咱们好汉不吃眼前亏。这刀刃挺利的，你们要是再往前一步，那么好啊，师叔就得死你们前头啊！快快，侄儿们，往后点，往后点，要不然我就没命了啊！要不然师叔就归天了啊！跟我走，快快快，靠边，靠边！行了，保护好皇上，保护好皇上最重要，甭管我，赶紧走！哎呀，跟上他，别让他伤了小宝。撤！快！哎呀，我的妈耶！哎，少林寺中有一门护体神功，刀枪不入。我始终不信，想不到你这小和尚得了真传。这位师太，我其实不会什么刀枪不入的武功，我只不过是有一件刀枪不入的马甲，我要是没了那件马甲，估计刚才您推我这么一下吧，我就直接满嘴喷血了。哼，你说话倒也老实。师太，要说您的武功简直太高强了，您是怎么做到的？从那么老高的地方直接跳下来，还没有崴到脚，而且那么迅速的就将我擒住了。您藏的地方也好，太隐蔽了。那么长时间，那么老多的侍卫，那么多的高僧，居然没有人将你发现，您是不是会是穿墙术啊？你话太多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在少林寺学艺几年了？我没在少林寺学过艺，我只不过是一个来自扬州的穷苦家的孤儿，后来我就被他们掳到宫里去做了小太监。我的称号叫做小桂子。小桂子，你是杀死鳌拜的那个小太监？这你也知道？鳌拜是满洲第一勇士，你能杀得了鳌拜？您看，我从您的语气里，我就听出您不太相信。其实我自己都不太相信我能把他给杀了。当天我擒住他的时候啊，其实是使了下三滥的手段。那我杀了他呢，那更是巧合了。至于这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呢？这就说来话长了。具体从哪儿说呢？啊，这儿那天啊，我和你话太多了。你为什么要去讨好清廷皇帝，舍命去保护他？因为，我跟他是朋友啊。你怎么会和清廷皇帝是朋友？啊，我本来跟他不是朋友。我本来跟他是不共戴天的仇人，可是后来我听他说，要永不加赋，爱惜百姓，今后要对天底下的老百姓好，所以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一下就有一个大转弯，于是乎我就跟他成为了朋友。他说过要永不加赋，爱惜百姓，可不嘛，他说了不止几百遍了。而且他还说，当年清廷皇帝入关，杀死了那么多的百姓，那是大大的罪孽，所以这一次他才来五台山烧香拜佛的。师太，您要知道，这皇帝可万万杀不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把他给杀了，那谁来做皇帝啊？那只能是宫里的那个老太后老女人做女皇帝了。那个老太后可了不得，当年夸下海口说要把天底下所有的汉人全都杀光。您想想，您是想一个老太后去当女皇帝，还是想让现在的小皇帝当一个好皇帝呢？你走吧，给你些盘缠，回扬州去吧。谢谢，谢谢您啊。师太，我要是走了，您去哪儿？去北京。啊？那我得看着您。
那我可得看护着您。从这里到京城的路途太遥远了。您瞧，您虽然是武功高强，可是肯定还是有一些不便的。您缺一个鞍前马后为您端茶倒水的人，而我就是那个绝好的不二人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伺候人太有经验了，我还会捏捏。这个捏捏在我们扬州那可是祖传的绝技，我这手可是头牌水准。这一路上您要是累了，我就给您捏捏；您渴了，我就给您倒茶；您饿了，我就给您找食儿。你话太多了，走吧。善哉，善哉。嗯，大爷，我们到了。师太，这是哪儿啊？白衣庵。白衣庵？哦，难怪您老穿着白袍子，原来您这是住持啊。师太，您不会住在这儿吧？闭嘴。师太，请。把门插上。哦。把柜子打开。哎。进去。啊？师太，您让我藏这里头啊？把里面的那道门推开。这哪还有门？还真有一暗门哎。跟我进宫。啊？这是？难道这是进皇宫的密道？是。师太，您就打算穿着这身白袍子进皇宫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我看您要不然还是换另外一款白袍吧。